这期继续分享调查第三十三篇是双体帆船英格利德号。事实上，昨晚林德伯格就收到了陆老师的求援电话，连夜从地问海赶来。放眼整个印尼海域，也只有这艘挪威船有胆量闯入魔域，其他人包括官方救援机构都以各种借口推脱，或者干脆充耳不闻。英格利德号的到来解了燃眉之急，因为食物和饮水都严重缺乏。虽然岛上有淡水资源。 但没经过消毒净化，不敢饮用。海里也有足够的鱼虾贝类，但对于城市中人来说，进化成流落荒岛的半野蛮人，毕竟是需要时间的。文乐已经度过危险期，但为了保险起见，林德伯格还是给他注射了船上冰箱里携带的 Snake Antivenins 抗蛇毒血清和破伤风抗毒素。老张还是不放心，要把女儿送到最近的大城市去确诊。倒是文乐自己否决了这个提案，他说感觉棒极了。 从来没这么好过。记者团正式开始了工作，有了英格丽德号的相助，简直如虎添翼。林德伯格先生不但是一个优秀的帆船航海家和潜水员，在其他方面也毫不逊色。他的英语很棒，比严青鱼和陆老师说的还要地道。文乐也勉强能跟得上他们的国际对话节奏。至于卢振宇和老张，就只有大眼瞪小眼的份了。 严青宇把所有设备都派上用场，水下摄影机跟踪拍摄，船上更有全套设备，有重型潜水服，有水下吊笼和个人潜水钟和绞盘，简直能想到的东西全都齐全。更有包括林德伯格先生在内的几位猛男全程鼎力相助。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帆船开到蓝鳍鱼号搁浅位置时，根本看不到下面的白骨山，只能影影绰绰看见潜艇的轮廓。 昨天我明明看到的，陆老师还潜下去拿了个骷髅上来呢。卢振宇震惊无比，魔域果然名不虚传。会不会是幻觉？严青鱼说，毕竟只有卢振宇和陆老师见过，其他人只看到了一个骷髅。陆老师面色不善，一个猛子扎下海去。这位不信邪的自由潜水高手许久没有上浮，搞得大家有些紧张。 林德伯格的两个助手已经穿戴好面镜、脚蹼和压缩气瓶，准备下去救人了。陆老师一头冒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根大腿骨，就在下面，不是幻觉。陆老师把大腿骨丢到严青雨脚下。既然确定了位置，潜水员们就下水了。林德伯格亲自带队下去勘探了一番，半晌从水下浮出来，脱下潜水器具，爬上甲板，说：“你们真是幸运。” 在最合适的天气、最合适的时间，看到了那些人。这么说是因为，因为那些骷髅所在的深度是水下五十米，水中能见度比大气中的能见度低得多。海水中的水平视程通常为大气中视程的千分之一左右。主要原因是光在海水中的衰减和散射比在大气中强烈的多。即便是在海水清澈无比的地区，没有合适的光照和海况，水下五十米依然看不见什么。 昨天在海面小艇俯身能看到的景象，今天就得潜入水中才能看见，只能说明冥中自有天意。接下来就是水下拍摄和打捞工作，白骨累累，如同水下小山。但是深度这已经超出了休闲潜水的极限值四十米，达到技术潜水范畴。陆老师是超级猛人，自由潜水都能够到五十米，穿上装备自然可以和林德伯格他们一起工作。而严青鱼也是个潜水爱好者。 在水下拍摄记录没问题，只有大陆来的三位朋友无法潜水。文乐本来学过浮潜，但此刻他属于伤员。老张根本就不会潜水。卢振宇、卢振宇活这么大，只在游泳池里扎过猛子，临时抱佛脚也晚了，只能眼巴巴的看别人忙碌。潜水员们不光勘察了白骨山，还进入了蓝鳍鱼号，发现潜艇内部遭到破坏。 应该是海军们撤离极乐岛时安放了炸药，防止潜艇被日本人打捞利用。艇内没有可疑的尸骸，已经成为水下动物的乐园。那堆白骨山初步估算有近百尸骸，以现有的人力勉强能进行打捞，但是捞上来之后还有大量的后续工作。与其捞上来风吹日晒，还不如暂时让他们在水底安息，等后援来了再正式打捞。林德伯格说：“这是他见过最恐怖。” 最耸人听闻的大屠杀，只有二战时期的纳粹才会如此惨无人道。这位北欧帅哥有着健美运动员一般的六块腹肌，亚麻色的旺盛体毛，荷尔蒙爆棚。而陆老师也大秀小麦色的健康皮肤和矫健身材。虽然在白骨山的气氛压迫下，俩人没有眉来眼去，但卢振宇能感觉到这两人真是搭配。不知咋地，他心里有些酸溜溜。光是水下拍摄就用了一天时间。 到了黄昏时分，大家在帆船甲板上聚餐，冰镇饮料搭配新鲜的大龙虾和牡蛎。这些龙虾是陆老师从海底捕捞的，直接吃龙虾刺身。虽然卢振宇吃不出什么味儿来，但是知道这东西贼贵。女士们、先生们，这个新闻将会引爆世界，我向你们致敬。林德伯格举起冰镇啤酒，他多毛的腕子上戴着一枚硕大的 Blancpain 五十喝潜水表。 卢振宇最多认识浪琴、欧米茄、劳力士，不认识更高级的牌子。但陆老师却是识货的，知道这不是一般通货表，很可能是 Blancpain 公司专门定制的。当然，区区一块几十万美元的手表，和那些天价的专业级潜水设备，以及这艘三十米长的游艇比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我终于明白 Reminda、um、的真正死因了，不是因为他发现了极乐岛，而是因为碰巧他也看到了水下的白骨山。 所以，谢谢你们，林德伯格，继续向他们表示感谢。陆老师提出疑问：那么，我们假设岛上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那么凶手为什么要把尸骸都堆积到这里？这不是很容易被人发现吗？大家纷纷脑洞大开，有人说是某种神秘的仪式，有人说是被海流冲过来的，有人说是尸骸自己汇聚到一起来的。现在，我只想知道凶手是谁。 林德伯格灰色的眼睛看向陆老师，他能判断出谁才是真正的领队，真正知道内情的人，是 P C S 公司，全球知名的私人收藏服务运营商。陆老师说：“大家本以为这位北欧帅哥如坠无里雾，没想到他却点点头。我想，我听说过他们，确实是一群没有底线的狗娘养的。那么魔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卢振宇磕磕巴巴的用英语表达了自己的疑问。 陆老师说：“我想，并不是因为这里聚集了大量的怨气而导致船只、飞机偏航失事，而是公司刻意制造出来的恐怖气氛。谁去过这儿，他们就杀谁。尤其当这些来过的人发现了什么的时候，那就更该死了。”文乐疑惑道：“他们有这个力气去杀人，就不能派些人把这里的骨头清理一下吗？我搞不懂这种思维方式。”陆老师说：“也许嫌麻烦，也许嫌晦气。” 收拾了骨头，还得收拾岸上的建筑，派个拆迁队来吗？老张说话了，他们是不屑一顾而已，懒得清理罪证。这是印度尼西亚的西部，说人迹罕至也不夸张。这儿的人也喜欢相信一些超自然的事情，于是他们就先这样做了。也许以后还要用到这个岛呢。真正的答案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严青瑜做了总结发言。不管怎么样，林德伯格已经用电台联络了印尼政府。 次日就会有一个警方调查组从巴布亚省的省会查亚普拉赶来，但是时间要稍晚一些。在这个空档里，记者团还可以在岛上拍摄足够的素材。次日上午，卢振宇等人正在岸上拍摄屠杀的痕迹，忽然听到一阵轻微的嗡玉声从天际传来，是飞机引擎。陆老师手搭凉棚，嗯，螺旋桨飞机的声音不止一架。 政府不是说派船来吗？调查组坐飞机怎么降落？还不止一架，难道都是水上飞机？陆老师愣了一秒钟，忽然醒悟过来，大声喊道：“都往丛林里跑！”卢振宇瞬间明白了，急道：“船上的人怎么办？我去警告他们，你带着大家撤退。”陆老师猛推卢振宇一把，后者没有丝毫犹豫，冲过去，一手拉文乐，一手拉老张，招呼着严青宇往岛屿深处跑。 大家见他一脸惊慌，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也都撒丫子猛跑。飞机来得很快，是两架巴西产的超级巨嘴鸟螺旋桨战斗机。这种战斗机虽然有着二战时期战斗机的外观，但是功率更高，装甲更厚，武器更强大，对付没有防空武器的第三世界游击队，简直就是天空恶龙一般的存在。超级巨嘴鸟开始俯冲扫射，发射火箭弹，将停泊在港口的英格丽德号炸成了碎片。 烟柱冲天，紧跟着又投掷了两枚二百五十磅口径炸弹，将建筑物炸塌了。这一幕都被严青瑜用摄影机拍了下来。第三架姗姗来迟，这确实是一架水上飞机，一架能装载伞兵的 PBY 水上运输机。卢振宇作为一个资深军武宅，一眼就认出来，这架上单翼、船式机身、两侧机翼下悬着浮筒的水上飞机，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研制。 二战时期大放光彩的 PBY 水上飞机与 DC 三飞机一样，这种飞机依然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老骥伏枥，发光散热。就比如现在，他将一队士兵带到了极乐岛，他们四个人可以望见建筑物的烟尘后面，水上飞机缓缓降落，靠在码头上。老张的长焦相机和文乐的望远镜都紧紧盯着码头栈桥的另一侧。 英格利德号只剩下熊熊燃烧的一堆东西，过不了多久就会沉入水中。飞机上下来的是一群雇佣兵，看他们凌乱的打扮和装备，就能看出这支武装不属于任何国家的正规军。说是雇佣兵，都是抬举他们；称之为海盗，似乎更加恰当。士兵们大都是东南亚人，皮肤黑黝黝、瘦小干枯，头戴奔尼帽或者缠着头巾。 穿着各色迷彩服，有老式的美式丛林迷彩，有英式碎叶和澳大利亚军队的虎斑，也有印尼军队的单绿色军装。拿的武器更是五花八门，从二战时期的加兰德步枪、M2 卡宾枪到越战时期的 M16，再到最新型的澳军 OG 步枪都有。虽然看起来是一伙乌合之众，但宰杀他们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记者是够了。 卢振宇虽然有两下子，但也仅限于城市中和黑帮对手冷兵器械斗，在原始丛林中面对拿着枪的当地人，他毫无胜算。严青于和文乐都在瑟瑟发抖。林德伯格和他的同伴们都是健壮的男子汉，可惜全都炸死了。陆老师想必也没能幸免。这伙人是来灭口的，不是来抓俘虏的。此时，他们几个刚跑进丛林边缘，藏在灌木后面，看着一百多米外的岸边。 士兵们开始检查建筑物的废墟，往里面丢了几个手榴弹，打了几个点射。然后一个兵用仪器进行侦测。卢振宇心里一紧张，完了完了，是热成像仪。他赶紧催促：“快走！”没有多余的语言，四人深一脚浅一脚往密林深处疾走，速度比昨天快多了。随着海拔的增高，林木也在浓密起来，隔了十几米就完全看不到人。但是卢振宇深知。 对于经常出没热带丛林的老手来说，能从草叶的断茎方向之类细微之处寻找踪迹，他们这几个人怕是插翅难飞了。小文，记得那个山洞吗？带你爸和青姨躲到里面，直到援兵到来。卢振宇决定留下来打个阻击，起码要把热成像仪干掉。那你呢？文乐不放心，你打不过他们的，我至少有一搏的机会。你们在身边，我放不开手脚。 卢振宇说：“将背上插着的砍刀递给老张，张红祥无疑是最淡定的人。他想紧张都紧张不起来，因为无法分泌肾上腺素，所以他能做冷静的分析。”小卢说的对，我们打不过只能躲，兵分两路总比被人一勺烩了好。不过砍刀还是你拿着，这丛林到处都是武器。卢振宇被点醒，环顾四周，找了两节硬木树枝砍下来，三两下削尖。 全当做武器让老张拿着，近身肉搏战好歹比手无寸铁要强一些。对讲机联系，老张把自己的对讲机别在卢振宇腰带上，严青宇也将 GoPro 固定在卢振宇胸前，叮嘱道：“万一有事，我们中总得有一个人活下来，把事情公之于众。”小卢，你要活下去，我们都会活着。”卢振宇安慰道，其实也是给自己打气。他深深看一眼文乐。 文乐也在深情地看着他。此刻，他很想说一句“我爱你”，但是又觉得影视剧中主角总是在生死存亡关头才说这个，似乎不太吉利。保护好自己。文乐似乎猜到了卢振宇所想，给了他一个拥抱，在他耳畔说：“你是无敌的，但也别逞能。”答应我。顺手将微型望远镜递给他。嗯。卢振宇用力点头。兵分两路，文乐他们继续爬山。 卢振宇反向逆袭，头也不回。卢振宇又回到了出发的地点，丛林的边缘。他趴在灌木后面观察着，只见天空中那两架超级巨嘴鸟战斗机再一次绕着圈飞过。雇佣兵们挥手致意，战斗机晃晃机翼，终于飞走了。张哥，张哥，战斗机带着副油箱，没留下继续空中支援，说明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燃油有限，只要坚持到晚上，等查亚普拉的政府调查团来了。 我们就安全了。卢振宇用对讲机告诉老张，片刻后收到回音。老张气喘吁吁说：“知道了，我们正在爬山。”卢振宇出奇的镇定，经历过多次生死考验的他早已不是无下阿蒙。他端着望远镜观察那些猥琐的东南亚猴子们，只见他们抓了一个水淋灵的人跪在地上，拿砍刀压在那人脖子上。可怜的人正是英格利德号上的印尼水手。既然水手都没死。 那么陆老师更不会死吧？卢振宇暗暗祈祷，他打心眼里不希望陆老师出事，仅次于担心文乐和老张雇佣兵头目。一个缠着红头巾、穿奥军迷彩裤的家伙在审问印尼水手，极其恐惧，说着鸟语一般的话。士兵们忽然狂笑起来，卢振宇心里一沉，他能猜到水手在招供，说岛上有三个女人，按照东南亚人的标准，都是美女级别。红头巾走过来，很随意的抬手一枪。 水手后脑勺中弹，栽在沙滩上。卢振宇一个机灵，红头巾语气很快地说着什么。士兵们收起懒散的神情，雇佣兵们把倒抗在肩上的步枪端了起来，排成稀疏的伞兵线，这是打算搜山的架势。他们并没有全体出动，而是留下一部分看守飞机，在沙滩上也安排了巡逻兵。剩下的人向丛林前进，虽然只有十二个人。 但岛屿太小，花上几个钟头就能找到文乐他们。卢振宇拿出砍刀，抚摸着刀锋，暗道：“今天要见血了。”M，、嗯、敌人有热成像仪，又都是精通丛林战的专家。卢振宇不由得想到阿诺州长演的一部电影。他计上心来，用泥潭里的稀泥将自己掩护起来，以降低体温。天知道管不管用，有总比没有强。 十二个雇佣兵大大咧咧走进丛林，大概他们的情报显示要捕猎的人都是没有武器的平民，所以才如此松懈。但谁能料到，平民中也有杀人不见血的猛人。这是一次很不正规的拉网式搜索。雇佣兵们说着卢振宇听不懂的方言，越走越近。他们心不在焉，很随意的用枪管拨着枝叶，队形似乎越来越紧密，大概是发现了足迹。一个士兵已经距离很近了。 小卢满头大汗，他有些迟疑，该不该出手？如果现在出手的话，会被其他人发现。子弹扫过来，自己可扛不住，死也就死了。大丈夫死在战场上是死得其所，但是文乐谁来保护？忽然，他感觉到头顶有凉意，原来是下雨了。午后的暴雨倾盆而下，没有丝毫的预兆。紧跟着，在海滩方向传来枪声，肯定是陆老师动手了。 我就知道，到他不会死。卢振宇士气大振，搜山的士兵全体转向，杀回海滩。但是谁也没注意到，在暴雨中，一个落单的士兵失踪了。这是卢振宇第一次杀人，他准备在背后发动袭击。可是那个士兵很警觉，在他扬起砍刀的时候，突然转身。两人在雨中面对面，互相看得见对方的五官表情。这是一个年迈的东南亚男人，如同他手上考蓝斑驳的加兰德一样老。 热带的阳光和悠长的岁月在他脸上留下刀砍斧凿般的痕迹，眼角密纹满布，一双眼睛暗淡无光，是灰色的，如同微熟了的螺蛳肉。也许他是被迫加入了海盗，也许他家里有病重的妻子需要医药，也许他有个女儿，有个孙子，有个海边的小窝棚。但这一切都不再重要。此刻，这个贫穷的东南亚老汉，仅仅是你死我活的敌人，砍刀呼啸而下。 劈在士兵左侧脖颈和肩膀位置，因为用力过猛，钢口良好的砍刀直接劈到肋骨，整个人差点被劈成两段。暴雨滂沱，士兵没吭声就死了，血顺着雨水往下流走，很快分成数股，消失在雨林里。杀人的时候，卢振宇有过一秒钟的犹豫。他是一个记者，长在新中国红旗下的少年队员，共青团员，又不是叙利亚、阿富汗战乱中长大的孩子，打群架可以。 他没有心理障碍，但是杀人是杀自己的同类，将一个人的生命剥夺，多少都是有些心理阴影的。卢振宇没敢去看倒伏在地上的尸体，他将枪捡了起来，顺手擦了一下溅了满脸的血。一支来自于二战时期的加兰德半自动步枪，俗称“大八力”。卢振宇只在博物馆见过这枪，从没用过，但军武宅的属性让他快速学会了使用此枪。 海滩上的枪声还在继续，雇佣兵们匆忙回援，没想到背后又有黑枪打来。卢振宇爬上一棵树，居高临下瞄准最近的人开火。他瞄得很准，但是这把饱经沧桑的爷爷辈的步枪膛线已经差不多磨平，瞄得准不代表打得准，子弹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卢振宇索性一口气把剩下的七发子弹全打了出去，不图打中人，就图个气势。一声脆响。 弹托飞出八发子弹，确实把雇佣兵们打乱了。他们两面受敌，大呼小叫着在雨中卧倒，朝卢振宇射击的方向开枪。自动步枪的扫射打得枝叶乱飞。卢振宇急忙跳下树来，匍匐逃走。他总算明白打仗是怎么回事了：就是倾泻弹药，谁的人多，谁的枪多，谁就是老大。对讲机里没有声音，老张哥有经验，知道自己在战斗，不会随便发问打扰。 但卢振宇很想给他们一些士气，于是说道：“张哥，张哥，我抢了一支枪，陆老师也没死，对讲机没声，雨水太大，浇坏了。”卢振宇只能单兵作战了。此时海滩上的枪声已经停了，雇佣兵们全都撤进了建筑物废墟，从外部看不到一个人影。暴雨下然而止，卢振宇身上的泥水也冲干净了，他手里依然端着加兰德，枪里没有子弹。 刚才太过慌乱，竟然没去搜士兵身上的弹药包。片刻后，枪声再起，这回卢振宇看明白了，是废墟和码头之间在枪战，应该是陆老师他们占领了码头，夺了几支枪，但不知为什么没直接把水上飞机开走。枪战打得不紧不慢，雇佣兵们打的都是点射，码头方向半天才发射一枪。过了许久，红头巾大概是不耐烦了，指挥士兵发起进攻。 他让两支自动步枪火力掩护，其他人两翼包抄，一边弯着腰往前推进，一边开火。还是那句话，谁的人多枪多，谁就是赢家。无论你的海豹队还是索马里民兵，陆老师他们被压得抬不起头，眼瞅着就要被人冲到跟前了。在热兵器面前，别管你受过多少训练，流过多少汗水，别管你的腹肌线条多么清晰，人鱼线多么优美，别管你会说多少国家的语言。 精通什么航海潜水，你都会被一个猥琐的猴子一样的东南亚海盗毫不犹豫的杀死。陆老师退无可退，她那么美丽，那么妖娆，落到海盗手里的下场可想而知。忽然暴雨又起，卢振宇心口一股热血涌起，他能清晰的感觉到自己的肾上腺素在急剧分泌。一个声音在呐喊：“杀出去，杀呀、啊！”暴雨如注，比刚才来的还要猛烈，密集的雨水仿佛天地之间形成一道线。 能见度变得极低，卢振宇将身上所有装备扯了下来，把 T 恤也脱了，赤裸着上身，拔刀冲出。杀！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自己发出的吼声，那是野兽的嘶吼。轰隆一声，赤道的暴雷声滚过天际，从热带雨林的边缘到建筑物废墟，只有一百米的距离。卢振宇握着刀猛冲，他的橡胶底帆布靴踩在机场跑道的积水中，啪啪作响。天雷滚滚,滚，乌云密布。 哪怕隔着重重雨雾，海盗们也发现有人在他们背后发起攻击。红头巾侧耳倾听，从雨声和雷声中分辨出急促的脚步声，而且只有一个人。他一挥手，一支本来向码头开火的 M 十六自动步枪转向机场跑道方向，哒哒哒倾泻着弹雨。卢振宇能感觉到子弹嗖嗖从身边飞过。他想起曾经采访过一个老八路，精神矍铄的老人告诉他，上了战场就得胆大。 胆大的人，子弹都躲着你走。海盗使用的是老旧的 M 十六 A 一，二十发弹匣转眼就打空了。再摸身上的战术马甲，已经没有实弹匣了。这次任务相对简单，每个人只带了随身的两三个弹匣。刚才战斗激烈，两个弹匣打光了，现在最后一个也空了。更加悲剧的是，海盗们的武器各不相同，弹药不能通用。红头巾赶忙将正在进攻码头的士兵往回调。 这一来一回，码头方向的压力骤减，冷不丁一枪打来，正在往回跑的士兵栽倒了。在这种气象条件下，以卢振宇的速度最快也得十五秒。他走的是直接，并未蛇形机动。一来这样最快，二来大雨滂沱，敌人是盲目随机射击，蛇形机动反而增大了中弹概率。藏在废墟掩体后面的雇佣兵们终于看到了杀过来的人，这是一个赤着上身的东亚小伙子，细皮嫩肉的。 肌肉也不算发达，一看就是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是谁给了他勇气，敢向十几名武装士兵发起逆袭？红头巾举起手枪开了一枪，他认为自己打中了，但是分毫没能阻止那人的进攻。砍刀的刀刃惨白，海盗们不由得慌乱了。他们的祖辈都是生活在苏门答腊、加里曼岛和几内亚的渔民，听说过二次大战时日本士兵向装备自动武器的美军发起万岁冲锋的场面。 那是一种完全疯狂的举动。莫非这个不要命的小伙子是日本来的？一名海盗端着卡宾枪向卢振宇射击。此时双方距离已经很近，他同样认为自己打中了，但是那人已经奔得飞快，恰好子弹卡壳，他已经没时间排除故障，因为砍刀已经近在眼前。这人刀枪不入，也许是魔域的亡灵在作祟吧。面向机场跑道的雇佣兵们全体精神崩溃，撒丫子就跑。 跑得慢的被卢振宇看瓜切菜一般踢翻在地。陆老师确实在码头上坚持作战，他以水上飞机为掩护，用缴获的一支 M 三冲锋枪作战。这支枪年头太老，准头很差，他打得不好，而且子弹就快耗尽了。他并不担心自己如何逃生，他只是放不下岛上的人。 此时，卢振宇从敌人背后杀出，一个人一把刀，竟然将海盗们从建筑物的废墟里赶了出来，碾鸭子一般把人往这边轰。陆老师不甘示弱，把冲锋枪一丢，一手 sit P 二三八，一手挖人潜水刀，跳出飞机杀了过去。这两人心有灵犀，是打算将码头上残余的十五六号人包饺子呢。海盗们的子弹基本上打空了，但他们都装备了冷兵器或是刺刀。 或是鱼叉和斧头，一场雨中的白刃战毫无预兆的拉开帷幕。这是一场众寡悬殊的血战。卢振宇的打法是刚猛有力，大开大合；陆老师的打法是偏若惊鸿，角若游龙。但海盗们也不是弱鸡，他们瘦小精悍，狡猾敏捷。短暂的惊慌后，就恢复了正常战斗素养。三四个人组成小队，分别围攻一人。一个家伙枪里还有子弹，悄悄瞄准了陆老师。突然，一把手斧飞来。 嵌在这家伙脑壳上，紧跟着一个高大的金发赤膊汉子加入了战团。他是林德伯格的助手，平时沉默寡言，大家只知道他的绰号叫上尉，连真实的名字都不清楚。茫茫雨雾中，金铁交鸣声、利器入肉声，间杂着惨叫和枪声。即使是机舱里的人都看不到外面发生了什么。雨停了，战斗也结束了。极乐岛天空挂起来一轮彩虹，满地都是残肢断体，惨不忍睹。 好在雨水将鲜血都冲走了，不然走起路来都打滑。剧烈短促的激战极其消耗能量，三个幸存者都坐在地上喘息。金发上尉最先站起来，向陆老师伸出手。陆老师很矜持的让他搀着自己站起来，问人家：“还不知道你的名字？”阿尔弗雷德·海尔达尔。金发男子说。卢振宇自己站了起来，把气息喘匀了，开始打扫战场。 一场白刃战打出了零点十三分的战绩，海盗全军覆灭，当场死亡的就有五个，重伤的六个，还有两个人只有轻伤，但是吓破胆了，两腿筛糠一般，精神濒临崩溃，也失去了战斗力。红头巾的小臂被卢振宇斩断，但人没死，还能自己用布条缠住伤口。卢振宇找到他，揪住他的头发，举起了砍刀，打算来个中国式处决。卢瑟，陆老师尖叫一声，留着他有用。 卢振宇脑子忽然一阵惊醒，看看手中卷刃的刀，再看看引颈就戮的海盗头子，从杀戮的狂热中出来，自己啥时候变成如此嗜血之辈了？居然看到俘虏的第一选择不是将其押送司法，而是当场斩首，这和红头巾的作为有什么区别？再看人家北欧帅哥阿尔弗雷德，丝毫没有血战后的狂态，已经开始有条不紊的收拾战场。 救护伤员，他在帮那些一分钟前还在试图杀了自己的海盗止血、包扎伤口，当然也顺便把俘虏用他们的靴带捆绑起来。小伙子捆人很有章法，没辜负水手的称号。登岛的海盗一共有二十个人，两名留守海滩的被陆老师干掉，一名在丛林里被卢振宇劈了，剩下的又有四个人在枪战中失去战斗力。他们对阵的是十三名壮年男子，其中一半是卢振宇杀的。 不是胳膊腿被斩断，就是半个身子被劈开。陆老师下手的死相就完整多了，咽喉一刀或者腰眼一刀，干净利索。阿尔弗雷德没杀一个人，他只是打了个辅助。岸上安全了，阿尔弗雷德返回水上飞机，一手搀扶着受伤的林德伯格，一手端着鱼叉枪，押送着三名机组成员出来。看来幸存者就他们俩，船上其他人不是当场炸死，就是被海盗杀害了。 陆老师上前将红头巾的胳膊包扎起来，防止他失血过多死掉。卢振宇捡起他的断肢，从手掌里取出一把剑来。这是一把热带红木手柄、波浪形剑身的马来克力士，近战杀伤力极强，比库尔喀狗腿刀也不遑多让。此役大获全胜，损失也是难以承受的。林德伯格先生死了四名船员，他本人也被一枚弹片击中了腿部，所幸伤势并不严重。 飞机来袭时，印尼水手正在岸上，所以幸免于难。阿尔弗雷德在潜水，林德伯格在甲板上整理器材。听到陆老师的警告，迅速跳入水中。其他在船舱里的人全死了，连尸体都找不到。海盗们搜索了码头，抓到了印尼水手，但是没发现林德伯格和阿尔弗雷德两个潜水员利用大海隐藏了自己。虽然卢振宇有些不解，这么清澈的海水到底往哪儿藏？ 后来，陆老师利用暴雨发动了袭击。阿尔弗雷德和他遥相呼应，用一支鱼叉枪占领了水上飞机。陆老师抢了两支枪，撤到码头上。本来他们确实是打算先架机升空，从空中打击海盗。当然，卢振宇理解为也可以趁机逃走。但是这架很有年头的飞机，关键时刻出了故障，引擎坏了，所以才引发了那场枪战。卢振宇放心不下文乐他们。 返回丛林，先找了自己的衣服穿上，然后上山寻人。路上，他又看到了那个被自己劈死的老头，只是匆匆一瞥，就让他在这丛林里腐烂消失吧。做海盗就要有做海盗的觉悟。文乐他们三人并未藏在山洞里，他们从风洞穿过，爬到了太师椅的背面。这里山石陡峭，稍有不慎就会落下深渊，但确实是更加的藏身之所。听到卢振宇的安全信息。 三人艰难地爬出，辗转回到码头，已经是一个半小时之后的事情了。这一个半小时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陆老师通过刑讯的手段得到情报，这伙人是混搭的武装人员，有来自菲律宾南部的极端恐怖分子，有来自马六甲一带的海盗，有罗兴亚人和东帝汶难民，也有渔民和作奸犯科之辈。总之是一伙相对很 low 的东南亚雇佣军。唯一上得来台面的是他们的首领。 那个红头巾是印尼陆军特种部队退役的士兵。这伙人是接到前客的指令前来此处干活的，在地下市场有完善的买凶体系，从运输工具到装备弹药和人员全都是外包，包括飞行员都不知道主顾是谁，他们只负责拿钱杀人。唯有超级巨嘴鸟战斗机的来路差不清楚，虽然是螺旋桨飞机，但是装备了制式航空机炮和炸弹，已经不是寻常非法组织所能拥有的了。 第二件事是个喜讯，P Y B 水上飞机被阿尔弗雷德修好了。这家伙不但长得帅，会潜水，还是个不错的机械师。线索似乎又断了，但印尼政府的调查组也快抵达了，一切即将转好。不过已经没人相信印尼当局了。近在咫尺，求救电话打了那么多，海事卫星电话都打没电了。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倒是来了一大帮。再者说，他们在印尼的领土上杀了人。 不管是不是正当防卫，终究是动用武器出了人命。军警不分青红皂白把人扣押了再说，那就有理说不清了。指望国际舆论支援也是马后炮，没必要吃这个眼前亏。经民主投票，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立刻离开极乐岛，除非在联合国的安全保障下，才会重返极乐岛。水上飞机燃油充足，经过战火熏陶的伙伴们押上俘虏，登机发动，螺旋桨转动着，轰鸣起来。 向着东方起飞，陆老师和阿尔弗雷德都会驾驶飞机，用不着原配的飞行员。他俩搭档飞行，配合默契。颜青鱼负责照料负伤的林德伯格，卢振宇负责看押俘虏。他把缺口卷刃的砍刀横在膝盖上，煞气四溢，向东飞越印尼的几内亚省，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因为超级巨嘴鸟战斗机是从西方飞来的，目前情报不透明，只能逆着对方的方位飞。 以防消息走漏，半道上遇到战斗机截机。这架老式飞机是四十年代的产品，虽然历经多次改造，但毕竟是爷爷辈的机身，四处漏风，如同一个破风箱。巨大的风噪加上两个活塞式引擎的轰鸣，机舱里又吵又热。卢振宇昏昏欲睡，但是看到俘虏们怨毒的眼神，他又清醒过来。忽然，他感觉身上有些刺痒，摸索一遍，却又没发现哪儿不对劲。 飞机贴着水面飞行，飞得很稳。飞行是枯燥漫长的。卢振宇的眼神飘向后舱，和文乐眼神相接，对方给他一个飞吻，搞得小卢立刻神清目明，心情荡漾。忽然，阿尔弗雷德从驾驶舱走了过来，拍拍卢振宇的肩膀，附在他耳畔说：“安吉拉想找你谈谈，这交给我。”卢振宇冲文乐摆摆手，指一指驾驶舱，将砍刀交给阿尔弗雷德，走到驾驶舱。 陆老师坐在正驾驶位置，目不斜视。让他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戴上耳机。开过飞机吗？陆老师通过机上内部通话系统问他，声音从耳机里传来。没有。想开吗？想。开飞机是卢振宇的梦想之一。每一个男孩子都喜欢机械和速度感，摩托车和汽车相对容易接触到。他年满十八岁就去学了驾照，是当期最佳学员。 自我感觉对于操控还是很有天赋的，陆老师开始给他讲解飞机上的操作机械和仪表。这是驾驶盘，这是油门推杆，这是配平手轮，脚底下是方向舵，这是空速表，这是飞机姿态指示仪，这是气压式高度表，这是航向指示器。卢振宇忍不住抢答了：这是转弯侧滑仪，这是垂直速度表，这是发动机转速表，这是油量表，燃油流量表。 滑油温度、滑油压力、领航中、磁罗盘。陆老师睁大桃花眼看着他，小卢瑟，你骗我！你明明学过驾驶。卢振宇说：“我在电脑上学过 Flight Simulator X，但也只是熟悉仪表，飞过本场五边，那就省了基础教学了。现在你来飞。”陆老师放开了自己的驾驶盘，让卢振宇接手。卢振宇激动的牙齿都在打颤。 他面对十几号穷凶极恶的匪徒都不会如此兴奋，一时间感觉像是回到自己拿了驾照，偷偷租了一辆破夏利，第一次单独摸到方向盘的那一刻。开飞机和开汽车有什么区别吗？陆老师在故意考他。卢振宇想了想说：“其实开飞机更简单，以为是三维空间运动，天空那么大，比最宽的高速路还要广阔无数倍，操控起来也简单。” 不就是一个杆两个舵吗？只不过飞机在天上，汽车在地上，在天上就得保证百分之百的不出问题，否则掉下来就是死，才有这么多的仪表。陆老师说，有些道理。这架飞机的仪表算是少的，弯流上的仪表才叫眼花缭乱。卢振宇心说，弯流算什么？我在模拟游戏里开过波音七三七呢，那仪表才叫多呢。 不过又一想，人家陆老师开的是真家伙，自己开的不过是游戏里的七百三十七罢了。人类对拥有鸟一般的翅膀有着无限向往，所以掌控一架在天空中翱翔的巨鸟，有种难以言喻的感觉。再加上热带旖旎的风光，蓝天碧水、斜阳，身边的美女，血战胜利后的骄傲，卢振宇觉得自己简直就是插上翅膀的战神。 他努力遏制着要把这架老爷机开成战斗机的欲望，尽量在飞得平稳的同时掌握各种实操。陆老师，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一种神奇的关系。卢振宇趁着没外人，说出埋在心里很久的疑问。陆老师用他的桃花眼瞄了一下卢振宇，哦，那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也不知道，所以才说神奇。卢振宇说，陆老师痴痴笑了。 那你希望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卢振宇有些彷徨了。他当然知道自己的分量。去年还是一个为留在省城打拼的应届毕业生，找不到女朋友的屌丝，家里凑不出首付款的穷孩子。所以他在面对文乐的时候，经常会不自觉的自卑，感觉自己配不上对方。陆老师和文乐不一样，她是天马行空、不食人间烟火的国际大盗、传奇女侠。 自己充其量能做他的跟班，做别的不合适、不搭配，也不符合自己的预期。嗯，还是做个大姐姐比较好，当然不是豢养小狼狗的那种大姐姐。没等卢振宇说出自己的答案，忽然电台里发出询问，用的是印尼语。陆老师会说一些马来语，印尼语虽然是马来语的变种，但终究有些差异。这应该是印尼民航局的空域管制员在说话。卢振宇很机灵，和陆老师心有灵犀。 他立刻将飞机控制交给陆老师，回后舱去抓了机长过来，让他回答空管员的询问。敢乱说话就宰了你！陆老师用马来语恶狠狠的威胁，表示自己能听得懂。机长乖乖回答空管，安问管制台：这里是信天翁四百零四，高度六千英尺，目的地拉包尔。信天翁四百零四，你进入了禁航区域，请立即调整航向。胡扯！这里是公海上空。 国际通用的 g 类非管制区域，他们无权管辖。陆老师低声道：“别理他们。”机长很机灵，立刻说道：“安问管制台，信天翁四百零四，我听你一，请调整你的发射机。”在无线电陆空对话中，用幺二三四五来代表通话质量：一是信号不清楚，二是断续听到，以此类推，五是非常清楚。信天翁四百零四，安问管制台，幺二三四五。 现在听我怎么样？飞机哪里还会再回答？陆老师压杆俯冲，信天翁迅速下降高度，脱离雷达监控范围。安问管制台一直在呼叫信天翁，逐渐语气变得严厉起来，竟然要求信天翁四百零四立即降落，接受检查。飞机上的气氛紧张起来，用膝盖都能想到幕后黑手在操控官方，妄图用最黑暗的办法让他们闭嘴。天高任鸟飞，既然是在公海上空。 他们才不在乎空管的严厉命令，只管飞行就是。脚下是万里碧波和郁郁葱葱的小岛。印尼岛屿实在是多，从东面到西面有五千公里，散落着大小一万七千个岛屿。地缘结构的支离破碎，导致天高皇帝远的政治格局。几内亚省的官员真被买通了，做掉这几个人不是难事。去把金发帅哥换过来，陆老师吩咐卢振宇。 阿尔弗雷德和陆老师继续搭档驾驶，尽量低空飞行以躲避追踪。但是飞了一个小时后，追兵还是来了，一个双击编队呼啸而过。起初他们以为是超级巨嘴鸟杀回来了，吓得魂飞魄,魄散。同样是螺旋桨飞机，巨嘴鸟杀信天翁就是小菜一碟，跟打靶一样。不过细看不对，不是迷彩涂装的螺旋桨战斗机，而是灰色的喷气式战斗机。陆老师不认识战斗机型号。 但也能看到飞机垂尾上的印尼空军标志，稍微松了一口气，至少空军不会做事那么绝，把一架坐满人的客机凌空打炸。隶属于 c o e k s a i 空军司令部的英式攻击机，可执行一般强度的对地、对海任务，负责雅加达以东的海空作战。阿尔弗雷德说的这些话专业性太强，陆老师听不太懂，但是有一点他很明白，摊上大事了。 一番无效的无线电沟通后，战斗机决定用行动来说服信天翁。英式双座攻击机，同时也是教练机，座舱内有两名飞行员。喷气式战机刻意降低速度，几乎达到失速的程度，与信天翁齐平。后座飞行员扭过头来，冲这边做了一个割喉的动作，然后指了指自己的后方，意思是跟我走，不然就击落你。怎么办？陆老师紧张起来。 阿尔弗雷德嘴唇抿着，指了指远处一片积雨云。陆老师会意，猛推节流阀，也就是油门推杆。信天翁爬升起来，钻入雨云。喷气式战斗机的速度太快，一时间竟然跟丢了。信天翁在雨云中钻来钻去，电闪雷鸣的，极其危险。飞机剧烈抖动，每个人都抓住身边固定的东西，惊恐万分。好在他们命大，信天翁安全的钻出雨云。 以岛屿为掩护，继续超低空南逃。战斗机依靠的是地面雷达的引导，光靠目测一时间发现不了目标。但是战斗机终究更加熟悉这片空域，他们爬升到中空目测一番，还是发现了目标。这回就没那么客气了，一串机炮子弹打来，第一个点射打偏了，擦着机翼飞过去。第二个点射击中了飞机垂尾，方向舵坏了，无法控制飞行方向了，只能笔直的向前飞。 要不然投降吧！胆大包天的陆老师也害怕了。阿尔弗雷德却咬紧牙关，继续全速前进。有船！陆老师发现空旷的海面上有一艘灰色的船。不对，那不是船，而是军舰。完蛋了！海陆空一起围剿我们啊！他们的能量到底有多大？陆老师喃喃自语。但是令人不解的是，那两架追踪而来的英式攻击机居然掉头飞走了，仿佛老鼠见了猫。 和自家军舰连个招呼都不打，他们被海麻雀的火控雷达锁定了。阿尔弗雷德略带骄傲地说：“海尔达尔号上的四十一克瓦查垂直发射系统有八组导弹。”可惜陆老师根本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信天翁缓,缓缓降落在海面上，军舰也停止前进，放下了小艇。这是一艘灰白色的现代化军舰，舰身和上层建筑线条简洁。 隐形设计，旗杆上飘扬着红底蓝白十字的旗帜，这是林德伯格和阿尔弗雷德祖国的军舰。两艘硬式橡皮艇开到水上飞机旁边，挪威水兵手持 HK 四幺六步枪，首先将俘虏押走。卢振宇等人也上了另外一艘信天翁，将会被他们抛弃，随波逐流，成为大洋里的鬼船。一行人全部登上军舰，这艘舷号 F 三幺四。 名为“海尔达尔号”的挪威皇家海军南森级护卫舰再次踏上征程。客人们受到舰长的亲切款待，在宽敞整洁的军官餐厅里用刀叉吃正经的法式西餐。随后分配了舱房。旅程的下半段，他们将不得不跟随军舰一起航行。这艘挪威军舰执行的是访问澳大利亚的任务，现在是归程。在路上，收到了海军部的命令，接应危机中的同胞。从海军的谈话中可以得知。 那位金发帅哥阿尔弗雷德·海尔达尔绝非等闲之辈，他确实是一名航海和潜水爱好者，但是真正的职业挪威皇家海军特种部队上尉，经常参加海外行动，在阿富汗、伊拉克的联合国部队都待过，是一位真正参加过实战的军人。至于林德伯格先生，也许是阿尔弗雷德的同性朋友，也许只是单纯的志同道合的潜水上的朋友，没人去深究这个问题。 他登船就接受了军医的手术，取出了子弹，所幸伤势很轻微，加上本人体质极好，很快就能恢复。下一站是新加坡，本来海尔达尔号并没有访问新加坡的计划，但是回航必须经过马六甲海峡，就在樟宜海军基地稍停，补充给养，顺便将抓捕的海盗移交给了新加坡警方。新方首先会对这些人进行甄别，在新境内触犯过法律的，对新加坡国民实施过犯罪的。 会羁押审判，其他的会引渡给相关国家。至于其他问题是如何交涉的，记者们不得而知。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次行动宣告结束，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战友们就要分开了，都有些依依不舍，但又归心似箭。林德伯格和阿尔弗雷德并不跟随本国军舰返回挪威，而是先行一步乘机离开。陆老师悄没声息的就溜了，卢振宇严重怀疑他是和阿尔弗雷德一起跑了。 这样养眼的北欧金发帅哥，又是冰王啥的，陆老师不动心都难。本来老张还打算和严青鱼厮混几天，但是古兰丹姆听说老张带着女儿跑到热带雨林去了，气得不行，打了几百个电话都不通，这会儿已经急火攻心住院了，只好从新加坡回国。正好严青鱼也要返回台湾，他们各自买了机票，在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吃了最后一顿饭。 中天电视台的易姐和老张私下里说了很多话，卢振宇和文乐四目相接，温情脉脉。经过这次历险，两人感情更进一步，堪称是生死之交。了，过机场安检的时候出了问题，卢振宇只穿着 T 恤、短裤和凉鞋，身上没有金属物品，可是安检门却一再报警。安检员用手持探测器在他身上扫了一圈，每当扫到前胸上身，蜂鸣器就猛响。 这很奇怪，安检员并非没有经验。一般来说，会有一些旅客身上带着钢钉，但都是在骨关节处。这人身上的怕不是钢钉，而是其他什么金属玩意？安检员问卢振宇身上藏着什么东西？卢振宇懵懂摇头，他当然不知道。于是被带到旁边小屋里进行进一步搜查，把衣服脱掉检查，也是没发现金属物品。最终让他过了一台最先进的三百六十度安检门。 透视安检系统在卢振宇身上发现七个微型金属物品，都藏在皮下，而且呈现一种概率的北斗七星排列状态。卢振宇被关进了小黑屋，连一杯水都没有。等了许久，才来了两个 CID，穿西装，腰带上配着警徽和手枪，叉着腰站在卢振宇面前，黑黝黝的热带马来人，华人混血面孔，翻着自己的护照，用夹杂着英语的国语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此时，卢振宇已经大致猜到了原委，他有些不耐烦，淡然道：“有小刀吗？借用一下。”一个警察盯着他看了一会，似乎在估量他反抗的可能性。不过看起来这个中国大男孩并不像歹徒。再说现场还有两名配枪的警察呢，于是摸出一把瑞士军刀递给他。卢振宇打开刀刃，随手切开了自己肩膀处的皮肤，倒是把警察和安检员吓了一跳。 就见这人如同终结者一样，若无其事地割开皮下组织，用刀尖踢出一个小东西，血淋淋的物体落在地上，啪的一声，安检员找了张纸巾将那东西捏起来，擦掉血迹，放在桌上，大家一起观察。前端变形的金属被假圆柱体，警察见多识广，不可能认不出这是弹头，打入人体内变形并且滞留体内的弹头，在印尼丛林里遇到了海盗，挨了几枪，一直没时间做手术。 就长在里面了。你不相信的话，可以联系国际刑警的李警官，我有他的号码。”卢振宇若无其事道。一个略年长的警察仔细观察弹头，发现这病确实不是印尼现役军警用枪支的子弹，而是二战时期比较流行的美造卡宾枪，三百零三子弹头符合海盗的做派。这种枪威力不大，据说寒战时隔着棉大衣都打不穿。 真有这么一颗从一千米外射来的罚金的子弹钻入皮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家伙身上挨了七发都没感觉，都不去医院做手术取出来，这人神经反射弧也太长了吧！我可没有新加坡医保，反正一时半会要不了命，这不正赶飞机回国去做手术的吗？卢振宇大大咧咧道：“要不信，我干脆当着你们的面把子弹都踢出来，也好给你们留点纪念品。”信了，相信你。 小伙子，警察将卢振宇的护照还给了他，赶飞机去吧，别晚了。新加坡就那么丁点大，昨天挪威军舰移交海盗的事情，他们也都听说了，所以这个小伙子说的是实话。安检员拿来绷带,带帮卢振宇简单处理了伤口，连连表示道歉。出了安检询问室，卢振宇赶紧联系已经急疯了的老张和文乐。幸运的是，国际航班略微延误，晚不了飞机。 飞机起飞之后，警察还在研究那枚弹头。弹头前端呈蘑菇状，这是高速击中物体的表现。如果说是强弩之末不穿鲁稿的流弹，确实是浅浅的钻入皮下。但这枚子弹更像是近距离内击中人体，但却只钻透了表皮，被坚硬的内壳挡住。可是那个年轻人怎么看也不像是机械人啊！他的关节、皮肤、内脏也没有任何金属或者聚合物的特征。 警察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干脆不想了。飞机上的卢振宇再一次感到身上的刺痒，原来不是热带的昆虫叮咬，而是皮下的子弹在作怪。他回想起雨中的赤膊冲锋，当时肾上腺素大量分泌，完全感觉不到疼痛。海盗们发射的子弹确实击中了自己，但却被无法言喻的金刚不坏之躯挡在了外面。自己似乎又进化了，记得以前连钢珠枪都挡不住的。 他一阵欣喜，这下能横行世界了，却又忽然担忧起来。如果对方换成火箭筒的话，自己能不能撑住？漫长的航程后，终于回到了晋江。文乐先去见妈妈，安抚古兰丹姆，再一次险些失去女儿而受伤的心。老张做贼心虚，拖着卢振宇一起回了江北。路上，卢振宇问张哥：“这个新闻准备怎么搞？”老张沉吟一下，道：“北泰晚报作为主体报道这件事，影响力太小了。” 蚂蚁撼大树，撼不动的。卢振宇说：“那我的公众号呢？十万加呢？”老张说：“公众号报道一般新闻还行，这种耸人听闻的大新闻，你的公信力还不够。再说，触及到一些敏感词汇，很容易被封掉。所以，还是选择电视媒体进行报道。我已经答应严青瑜，中天电视台首发。咱们作为调查记者团队成员，也算是为统一做点贡献了。”卢振宇不满道。 凭什么呀？要报道也该咱们央视，那多牛叉！老张看了他一眼：“你刚才说什么？”卢振宇呵呵了，他知道老师最瞧不起的就是央视。严青瑜的资源比我们多得多，下一步整合信息还得靠他。冰山只露出一个角，水面下的庞大部分要慢慢挖。回到江北，卢振宇先休息了两天，在家悄悄将身上的其他六枚子弹全都踢了出来。 疼得满头大汗，但是这事儿只能自己做。如果去医院的话，会惊动警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除了在新加坡机场踢出的那枚卡宾枪子弹，还有一枚九毫米手枪弹头，两枚点四五弹头，三枚三百零三卡宾枪弹头，都是初速比较低的弹头，命大呀。卢振宇将这七个弹头装在小盒子里，有时间把它们穿成一个吊坠，当成礼物送给文乐。 春去下来，江北的夏天酷暑难当。在解放前，江北还被称作“北泰”的时期，每到夏天，市民们扛着竹榻在户外乘凉，这个风俗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直到家庭普及了电风扇和空调，才渐渐消失。卢振宇在做一个专题，叫做《消失的风俗习惯》。他本不愿意做这个东西，但是因为这几个月报道的新闻太少，业绩考核通不过，只能去写这些弱爆了的无聊东西。 日子还在继续，每天上班、下班、采访、写稿，中午在三十把子肉吃饭，傍晚在瑞银广场吃饭。在极乐岛上的日子已经渐渐淡忘，仿佛从未发生。毕竟那离正常生活实在太过遥远。直到月末的一天，包子神神秘秘找到卢振宇，说他在油管上找到一些好看的东西。然后卢振宇就在电脑屏幕上看到了熟悉的极乐岛，码头边停满了船只，潜水员浮出水面。 直升机在天空盘旋，一群穿着工作服、戴着手套的人在岸上将骷髅排列、分组、放上标签。镜头一转，是墨镜、太阳帽打扮的严青鱼。正用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介绍着情况。卢振宇目瞪口呆。视频上带了 NBC 的台标，这是美国电视台的节目。说好的一起报道呢？说好的中天电视台呢？卢振宇义愤填膺，立刻给张红祥打电话。 老张依然如同老僧入定般淡定如水，只说知道了。卢振宇继续看完了当期视频，在愤怒的同时，又不得不敬佩颜青鱼。这娘们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把 P C S 的埋藏在水底的罪恶统统挖了出来，甚至包括极乐岛的前世今生。极乐岛原来只是一座赤道上的无名小岛，因为一艘美国潜艇的搁浅而被文明知晓。蓝鳍鱼号的艇员被救走之后，大部分进入了一艘新服役的潜艇。 而这艘新艇于半年后被日本驱逐舰的深水炸弹击中，全体人员牺牲，只有两个人例外，一是那位五十年代写下回忆录记载极乐岛的海军少校，另一个是叫做乔治·本特利的海军中士。这个人因为受伤而在海军医院度过了战争的后半个阶段。战后，本特利先生干过许多工作。 于六十年代初加入了一家名为“国际罗宾汉俱乐部”的组织。这个组织自从二战后就存在，起初只是倒卖战争剩余物资，当然不仅限于过剩的贝服轮胎和威利斯吉普车，而是从谢尔曼坦克、文氏轰炸机到自由轮都有。冷战开始后，组织进化为倒卖情报和革命，他们为中情局颠覆南美的独裁者，为克格勃暗杀不配合的非洲领袖，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积累了无数政商界的资源。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了。国际罗宾汉俱乐部似乎失去了舞台。他们将业务从欧洲转到中东，开始为这些富得流油、不知道怎么花钱的油霸服务。业务包括从东欧和中亚采购年轻女性，偶尔也从东亚和东南亚购买一些货物，有些卖给私人做收藏品，有些自己培养做厨妓。 放在一个神秘的岛屿上招待更加神秘的贵宾，包括不限于全球卸任和在任的政要。这家从国际罗宾汉俱乐部演化来的公司就是 PCS 私人收藏服务公司，而极乐岛的主管就是前美国海军中士乔治·本特利。严青于声情并茂地讲解着，这家神秘的公司拥有自己的领土，拥有自己的军队。 他们和印尼政府签署了五十年的租赁合同，豢养了包括战斗机和装甲车在内的私人军队，其实就是雇佣兵。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小组甚至遭到了雇佣兵的追杀。画面切换，镜头摇晃，一架水上飞机降落，武装人员鱼贯而出。再切换，暴雨如注中夹杂着枪声，然后是穿着红色囚服的犯人在印尼警察的看管下接受采访。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一些参与采访并做出巨大贡献的朋友不得不隐姓埋名。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敬意。严青于一句话就把老张、小卢、陆老师的功劳一笔带过了。这个节目只有上半期，下半期还在采访制作当中。据分析，下一届普利策奖很可能会有他的名字出现。晚上，大家会聚在鱼塘大院。老张悠哉悠哉的抽着水烟，看卢振宇暴跳如雷。 看文乐扼腕叹息，毕竟是一次得普利策的机会，真要得了，那可就一飞冲天了。老张不在乎名利，卢振宇的日子还长着呢，他得在乎。普利策讲，你得不了的。张红祥喷出一口烟，说道：“那是美国的新闻奖，看人下菜碟的。你一个中国记者，哪怕揭露出更大的惊天新闻，也和普利策无缘。”卢振宇不服气道：“那严青宇怎么能得？”老张说。 你没看他是，所以才能得。你以为这都是简简单单的事情啊？卢振宇不吭声了。老张看他似乎还不服气，又说道：“你一个境内纸媒的记者，真得了普利策，你觉得对你真的有好处吗？”爸爸，文乐见话题有些凝重，赶忙打岔：“其实也没什么，只是严青鱼的做法太不厚道。他一个人独得荣誉，我们都成了群众演员，一个镜头没有不说，字幕上也没个名字。” 张鸿祥看着一双儿女，事到如今，他是真把卢振宇当接班人、当儿子来看的，语重心长道：“咱们干这个事的初衷是什么？”卢振宇和文乐对视一眼，异口同声道：“揭露黑暗，打击罪恶。”说这话的时候有气无力。老张说：“人家政治正确，其实他何尝不是讲究政治正确？”看俩人不太情愿的样子，老张也不深究，只道：“以后你们就明白了。” 这个话题就此接过，大家烤鱼、喝酒、唱歌。卢振宇悄悄问文乐：“小文，你说你爸是不是和青怡做了什么私下的交易？”文乐瞪他一眼：“不可能，我爸心里只有我妈。”卢振宇说：“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严青鱼的报道还在 NBC 连播，这个娘们的能量确实大的惊人。 这个案子也确实一竿子捅到了天上，连白宫的记者招待会上都有人提及。当然，美国政府以及中情局矢口否认和这个非法组织有任何来往。在印尼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联合国和国际刑警组织介入此案。严青瑜分析说，这可能是一次失败的起义。P C S 公司在极乐岛上有一个训练盗贼和杀手的营地，在一片黑色背景下。 身穿白衬衫的严青鱼电话采访了某位 P C S 的前业务员，声音经过变调处理，但卢振宇依然能听出来这是陆老师在说话。我从小被带到这个岛上，本来是要除妓的，去招待那些变态的大人物，但是我跑了，在岛上藏了两天，没人找得到我，然后他们觉得我更具备一些其他的素质，做除妓可惜了，于是我的命运就改变了。 成为一个专门窃取艺术品的贼，他们请了很多知名教授来培养我的艺术修养，你知道吗？我的油画水准可以做艺术院校的教授了 M。M，严青瑜又问了一些 P C S 经营艺术品赃物的问题，继续转到极乐岛话题。沉默了一会，陆老师的声音有些哽咽。严青瑜接着采访了另一个法医专家。严青瑜双手合十，很知性的样子。这个没人知道。 法医耸耸肩，或者你应该去问问凶手。但我认为，言轻语补充道：“一百零八都出现在一个位置，这不合理，也并不符合当地的任何风俗。虽然我们都知道，在几内亚岛上某些部落还有吃人的习俗，但他们并不堆积 j u n g e 这是一个古老的中国词汇，是指敌人的尸体堆积成的金字塔。对于 PCS 的军队来说，我想他们没这个文明。” 法医解释不了这个问题，严青鱼又请到了另外一位海洋气候学方面的专家。是海水将他们聚集到了一个地方。极乐岛周边的海水是分层次的，温度有着细微的差别，而岛屿的特殊构成又使得水流的方向形成一个较大的涡旋。专家在小黑板上画着一般人看不懂的图。我明白了，是上帝安排我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海况、特定的光照下，看到了水下五十米的尸骸。 严青于严肃无比的说道：“电脑前的卢振宇简直气晕了。明明是自己和陆老师发现的，好吧？怎么成了上帝安排严青于看到的了？气归气，卢振宇发现一件事，就是才华能力和人品没啥关系。才华横溢的才子女，也许在其他方面是人渣，就像郭 X 若、胡兰成、李敖、徐志摩，再加上这个严青于和严青于比起来。” 不管是自己还是老师张红祥，都算不上是真正的调查记者，最多小打小闹，查一查地沟油、人贩子啥的。人家言轻于查的是什么？是国际大案，是政要、财阀，触动的都是真正的老虎须子，那可是要命的事情。别管人品多么不堪，这一点上，卢振宇真心佩服。N B C 的这一档节目并未引进国内，但是因为提到了西方政要的丑闻。 以至于被新闻联播的国际新闻部分转载了那么一丢丢，但此时卢振宇已经没了羡慕、嫉妒、恨，只剩下佩服。能搅动天下，靠的不仅仅是猛料，而是深挖的能力和广泛的人脉。严青于这一杆子已经捅到了联合国和国际刑警组织，引起了全世界网民的关注。很多关于贩卖人口、厨妓、奴隶的旧闻被重新发掘出来。东南亚人口贩子、东欧犯罪集团。 囚禁性奴的中东富豪，形形色色的罪恶浮出水面。其中尤其以 P C S 这个对儿童下手的组织性质最为恶劣，被誉为“恶之花”。在如此强烈的舆论攻击下，P C S 即便是一个非公开的地下组织，也无法继续生存了。各国政府宣布启动调查，从该公司的主顾入手。最先倒霉的就是罪证确凿的九条议员。若说先前日本的舆论只是倾盆大雨的话， 那现在就是十二级风暴。九条曾经多次前往东南亚地区旅游的信息被挖了出来，毫无疑问，这个老色魔是去极乐岛享用除忌的。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九条议员终于自杀了，以一死来洗清对家族荣誉的伤害。其他国家也掀起了一番以此为契机的政治斗争。谁谁去过极乐岛，成为杀手锏。退休政要和垂暮的财阀们都不得不出面澄清，自己虽然去过东南亚。 但是行程清楚，绝对没去过印尼东部地区。唯一不受影响的是中东地区，油霸富豪们根本不把这个当回事。他们也确实没去过极乐岛，因为太远，嫌累。再说了，啥家里没有啊？毕竟人家那里女孩九岁就能结婚。对于卢振宇来说，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许家豪常驻江北了。今天，俄集团涵盖了房地产开发、连锁酒店、餐饮和商贸等项目。 其中最挣钱也是最烧钱的，当属房地产开发。本来这个项目是陆刚亲自管着的，但这两年他感觉精力不济，本着培养接班人的考虑，把许家豪提拔到了这个位子上。金天鹅虽然在普通人眼里高高在上，但放在全国范围来说，尤其在房地产业，绝对算不上大鳄。国家连续出台政策稳定房价，拿地成本居高不下，万科、保利。 融创这些房企在晋江争夺地块进入白热化状态，今天俄连边都靠不上，只能退而求其次，转向四线城市布局。于是将战略中心转移到了江北。许家豪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件事就是三顾茅庐，将已经退出江湖的发地产业泰斗赵小军请出了山。这位赵总很不简单，曾是央企副局级领导，和地方官场相当熟悉，是拿地的干将，有他坐镇。 许家豪就不愁拿不到地。第二件事，许家豪投巨资造声势，房子没建，广告先行。江北电视台、广播电台、纸媒、网络媒体加街面广告牌，清一色全是金天鹅的广告。北泰晚报作为江北纸媒里销量最好的两家，也拿到了金天鹅的广告份额，而且这个业务算在了卢振宇头上。许家豪这一招借花献佛，可谓狠辣之极，让卢振宇无招应对。 只能接受这个好意。更狠的还在后面，他的助理林小斌找到卢振宇和文乐，许诺五万块广告费用，他俩的公众号发金天鹅的软广告。若在以前，卢振宇也许会人穷志短，但是现在他手上掌握着一百多个比特币，也算财大气粗了，自然一口回绝，说我的平头哥不接任何广告，他也不想让文乐接。 但文乐并不这么想，毕竟他是一个自由撰稿人，全靠写文章拉流量，然后赚取广告费。难道因为是金天鹅的广告，是许家豪的受益，就把这笔正当收入往外推吗？这样一来，两人之间就有了那么一丝丝的胡曲。突然之间，报社搞了一个让卢振宇和胡蒙猝不及防的大活动，这还要从报业集团老总胡国良家里说起。 这天，楚文迪在手机上看到一个新闻，说是某九零后未婚妈妈领养儿童，被誉为最美某某之类。他就联想开来，对老胡说：“不行啊，胡蒙总是和那个孤儿住在一起，培养出感情来，可就麻烦了。没结婚的女孩子拖着个孩子，怎么嫁人？”胡国良一想是这个道理，他本意是培养女儿独立自主，所以才放胡蒙出去单住。但是后遗症挺大的，这孩子越来越独立是不假。 但是拖了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姐姐不是姐姐，妈妈不是妈妈的。再过几年，胡蒙二十大几该结婚的时候，婆家可不认这个，搞不好胡蒙的名声连带自己报业集团老总的名声都会被人拿来做文章。可是有什么好办法呢？我也想过帮着孩子找个正常的人家收养。胡国良皱着眉，叼起一支烟。楚文迪一把将香烟从胡国良嘴上夺走。 亏你还是管报纸的，你不妨搞一个大活动，在报纸上帮那个小孩，叫什么来着？王雨涵。胡国良补充道：“对，帮王雨涵寻找生父生母，发动全市的读者征集线索。我就不信找不到亲生父母。再说了，就算找不到，也能找到愿意收养这个小孩的好心家庭。这孩子长得挺漂亮的，很多人愿意收养的。” 楚文迪说的眉飞色舞，这个活动搞好了，影响会很正能量，对你、对报社都有好处。胡国良心里闪过一个念头：既然楚文迪认为小雨涵挺漂亮，不妨自家收养了，当做胡蒙的妹妹，胡文博的姐姐。俩孩子年纪差不多，做个伴挺好的。不过这仅仅是一个念头，因为他太理解妻子了。若是能收养，楚文迪早就开口了。即便是自己这种家庭，多养一个孩子也是巨大的成本。 文迪，就按你说的办。”胡国良笑道，“你不到集团来上班，都可惜了。这个任务自然落到了北太晚报社，避开胡蒙，由石总编亲自操刀，用了整个版面来写王雨涵的故事，还刊登了大幅照片，效果确实和楚文迪分析的那样，震动全市。卢振宇和胡蒙后知后觉，是看到报纸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没往那方面想。 反而觉得报社干了件大好事。无论如何，自己替代不了亲生父母。人类寻找自己的亲生爹娘是一种本能。那些被国际友人领养的孩子过得那么幸福，还不是要回来寻根？此时，胡蒙还没意识到小雨涵会离开自己。徐副局长家依然是愁云惨淡，女儿没找到，家里的积蓄也耗尽了。两位老人如同老了二十岁，头发都白了。徐母整天也没心思做饭、跳广场舞。 时不时的住院吊个水，要不就是在家看电视上网。作为公务员家庭，徐家订了三份报纸：江北日报、江北晨报、北泰晚报，一份不拉。徐母从报箱里拿了报纸，先看日报，了解市里的政治动态，然后看晨报。晨报上有个感情栏目，他很喜欢。最后看北泰晚报，晚报比较有个性，时不时会闹个大新闻。徐母第一眼就被定格了，将在当场停顿了一分钟。 然后拿起老花镜，他本来不戴花镜的，因为思念女儿，眼睛都哭坏了，才戴了这个。仔仔细细看了一会，起身从柜子里拿出老相册来，翻出女儿六岁时的彩照，和报纸上的这个女孩对比了一下，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两个小人。徐母仔细浏览报纸页面，看完潸然泪下，立刻给老徐打电话，让他赶紧回家。徐副局长快退休的年纪了，在单位也是混吃等死。 接到电话就回来了。徐母将报纸摊在他面前，又将女儿的照片放在旁边。不会这要巧吧？徐副局长看完报纸，表情严肃。这是老天爷的安排，丢了一个女儿，给咱们把外孙女送来了。徐母擦拭着泪水。我想过了，这孩子是小慧的骨肉，咱们得要。不一定是世界上长得像的人不少。徐副局长刚说完，看到老婆面色变得凶狠起来，急忙改口。 我是说，要做一下 DNA 检测，和咱们有血缘关系，咱们就认领。徐母说：“人家凭什么给你检测？再说了，你不要，那么多人等着领养着，这这小闺女长得那么俊，和小慧一模一样，就算不是小慧的孩子，我也得要。”徐副局长明白，这个孩子能抚慰妻子的丧女之痛，再说自己将来老了也得有人照顾。 虽然他一个副处级干部，退休金不会少，但没个嘘寒问暖的小棉袄还真不行。这也许真的是天意。徐副局长说：“我马上联系宣传部的朋友，让他找报社的领导。这孩子咱们要了，就当个养女来养，但是千万别提小慧生过孩子这茬。”徐母不屑道：“我懂。”胡蒙四点钟就从报社溜出来，去集团幼儿园接孩子。上次的虐童事件爆发后。 胡国良大力整顿集团后勤，将幼儿园从园长到保育员换了一个遍，甚至把幼儿园也换了个地方，换成面积更大、设施更好的地方，不惜血本也要为了下一代的做法赢得集团内外的赞誉。胡蒙是要上班的人，文乐也经常东奔西走，没办法一直照顾孩子，所以小雨涵还是放在集团幼儿园照管。他没有十足上学年龄，所以还是上大班。幼儿园门口全是接孩子的家长。 报社下班晚，有些孩子被爷爷奶奶接走，另外一些双职工的就留在园内，由保育员照管。胡萌是实习生，又是外勤记者，考勤没那么严，所以他也是四点钟来接。往日到了这个时间，小雨涵早就在大一班门口翘首以盼了，见了萌萌姐姐就要抱抱，要举高高，要糖吃，亲的不得了。可是今天竟然没在门口等着，难道是被欺负了？胡萌还没开口问，保育员就说了。 王雨涵被集团领导接走了，哪个领导？好多领导，有集团的，有报社的。胡蒙脑子轰的一声，他知道报社在搞寻找小雨涵家人的活动，难道这么快就找到了？这本该是好事，但他心中没来由的一阵慌，连忙火速赶回报社。晚报社小会议室兼贵宾室内传出热闹的说笑声，似乎还有一个自己熟悉的声音。胡蒙有种不祥的预感，直接推门进去。 果然，小办公室里熙熙攘攘，管后勤的集团领导、石总编、广告部主任都在沙发上坐着一对中年夫妇，男的白衬衫、藏青西裤、黑皮鞋，头发梳理的一丝不苟，看穿着打扮像是体制中人。那中年妇女抱着小雨涵，喜欢的不得了，正一口一口的亲他的小脸蛋，眼神中尽是溺爱之色。自己后妈楚文迪也坐在旁边，跟那中年人笑道。 徐局，您家里条件不错，而且您和您爱人都打心眼里喜欢这孩子，这我们都看得出来。不过咱也得为孩子考虑，不是？我们集团的初衷是为孩子找个完整的家。中年妇女不乐意了，把小雨涵抱得紧紧的，看了一眼楚文迪，楚总是吧？您这话就不对了，我们家怎么说也是……那个徐局碰了一下老婆，清清嗓子说道。 楚总说的没错，都得为孩子考虑。现在培养个小孩不容易，将来上学、择校、小升初都是需要资源的。这些我都能想办法，尽我能力让孩子享受到最好的。可要是找对小年轻，他们就算再爱孩子，又有多少能力，有多少资源花在孩子身上？对了，楚总，咱集团幼儿园的事情我听说了，我也愿意赞助一部分爱心，帮咱们幼儿园添一些玩具、教具之类的。 这话一说，楚文迪连忙笑道：“徐局，看你说的，我不是那个意思。”呵呵，不过话说回来，你们看这孩子跟徐局两口子多投缘啊！楚文迪眉眼笑得弯弯的，一张脸上写满了成交二字。胡蒙全明白了，他有些恍惚，扶了一下门框，脸色发白。这时候，房间里的几个人都看到他了，石总编招手让他进来，徐局长夫妇戒备的打量着他。 楚文迪此刻仿佛刚看见他，笑道：“哟，萌萌也来了，快进来，跟你介绍下，这位是徐局长，咱是城管局的。”胡萌不想跟这屋里的人说话，他只是轻轻喊了声“雨涵”，小雨涵立刻从徐局长老婆怀里挣脱下来，兴奋的冲到胡萌怀里，抱着他的腿，略带委屈的撒娇道：“萌萌姐姐。”胡萌抽了一下鼻子，牵着小雨涵，哽咽说道：“我们回家。” 然后头也不回的走了，留下一屋子惊愕的目光。当夜雷雨交加，瓢泼大雨噼噼啪啪浇在玻璃上，伴着远处的滚雷。胡蒙裹着毛巾被，紧紧搂着小雨涵，小雨涵也像小猫一样钻在他怀里，也不闹人，比平时更加乖巧。他知道小雨涵就要离开自己了，胡蒙并没打算阻止，他知道自己没条件，更没权利把小雨涵一直留在自己身边。 他只想在这之前把自己所有的爱都给这个孩子。胡蒙带着小雨涵回来后没一会儿，文乐也回来了。他已经听老爸说了这件事，本想劝劝胡蒙的，没想到胡蒙已经关灯睡觉了。他也明白胡蒙一时接受不了，找机会再跟他说开吧。他一个未婚女孩子，总不能永远这么带着孩子吧。楚文迪万没想到胡蒙能来这么一手，当时很是恼羞成怒。 想追出去把这丫头揪回来骂一顿，但随即明白这是一个作秀的好机会，再添几个不疼不痒反而温馨的波折，收养行动才完美。当晚在床上，她跟老公说了这件事，她是闲聊语气说的，却把胡国良气得不行，不停的骂胡萌任性。集团策划的这个大事，他也能当那么多人面拆台，让人家徐局长的面子往哪放？楚文迪低眉顺眼的跟着劝，说萌萌还是个孩子。 你别太严厉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她是你的女儿，萌萌任性一点，大家也都能理解。这句话一说，更是犯了胡国良的忌讳。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胡萌仗着是自己女儿，在下面耍大小姐脾气，不把前辈放在眼里。他当即拿起电话，想把胡萌训一顿。没想到没训几句，胡萌就把自己电话挂了，再打过去直接拒接。 楚文迪又是一通温柔的劝说，句句都在修复父女关系，尽显一个贤妻良母的本色。第二天，徐副局长的老婆张玉平跟单位请病假去医院。他家里的情况，单位领导也都知道：女儿失踪，又被骗了一大笔钱，多重打击。张玉平现在是整天去医院，不是检查就是挂水，也早就见怪不怪了。但张玉平并没去他常去的二院，而是偷偷来到了四院，打了个电话。 找到了熟人介绍的李主任张玉萍，跟李主任客气几句，掏出两个牛皮纸信封交给李主任。李主任打开看了看，点点头，拿进去了。两只信封里并不是钱，也不是购物卡，而是头发。一个信封里是女儿徐小慧的头发，另一个信封里是小雨涵的头发。昨天他抱着小雨涵亲昵的时候，偷偷薅下来的两根。而且他事先做足了功课，薅头发尽量带毛囊。 而且不能放在封闭的塑料袋里，而要放在透气的纸袋里。虽然她嘴上说不在乎，但也和老公一样，内心渴望这个小雨涵就是女儿的骨肉。做亲子鉴定可以去司法鉴定中心，也可以去有资质的医院。不过司法中心出结果比较慢，至少七个工作日，而医院三到五个工作日就行。再加上这边有熟人，办了加急，二十四小时就能取结果。 江北市就这么大，江北的体制内圈子更小，还不到一天，城管局副局长徐为民要领养报纸上那个大眼萌孤儿的消息就传遍了这个圈子。不过大家也都能理解，都知道徐为民的独生女失踪了，两口子长时间沉浸在丧女之痛之中，现在想再领养一个也是人之常情。民政那边的朋友甚至主动打招呼过来，说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只管说。 过了一天，鉴定结果出来了，两份样本的 DNA 几乎完全吻合，可以确定是亲子关系。老徐两口子捧着鉴定结果，喜极而泣，老泪纵横，都在双手合十感谢上苍，末了好歹还算眷顾了他们一回。徐为民也不上班了，直接请假，两口子一起来到报社，正式要求领养王雨涵。这个领养活动虽然是报业集团牵头的，但具体操办还是北泰晚报这一块。 毕竟小雨涵一直是这里的记者在照顾。工作人员再次把夫妇俩领到了贵宾室，推开门，两口子目瞪口呆，盯着沙发上坐着的另一对中年夫妇。只看服装的话，几乎是他们两口子的克隆版本。男的白衬衫、藏青西裤、黑皮鞋；女的大放素雅的套裙，是今年中老年妇女中流行的款式，和张玉萍同样撞衫。两对夫妇互相认识，先来的这俩男的是市委的吴小平。 女的是妇联的李玉珍，他们曾经有个儿子叫吴浩然。一瞬间，当年的各种愤怒和屈辱再次涌上心头。吴家儿子把自己还年高中的女儿肚子搞大，口蜜腹剑的说什么门当户对，大学毕业就结婚，带女儿去外地医院生孩子后又毁约的一幕幕，仿佛就在昨天。虽然都在体制内，而且两家地位相当，却因此成了仇人。哪怕前段时间吴家的儿子被杀。 徐为民两口子也丝毫没有同情，徐副局长反而还开了一瓶茅台礼。不过，毕竟都是官面上的人，两家的女人此刻恨不得扑上去撕了对方，但两家的男人还是维持住了最基本的表面功夫，冷淡的互相点点头，打了招呼。哦，吴处，哦，徐局。四目相交，徐为民心知肚明，吴小平两口子是来干嘛的了。只是他没想到，对方竟然这么快就得到了消息。 看来这事难善了了。徐为民点了一支烟，冷冷的明知故问道：“这要巧无处怎么来报社这边办业务？”吴小平呵呵一笑，一脸人畜无害地道：“是啊，老徐来办业务，你办什么业务，我就办什么业务。”这话一出口，就算是宣战了。徐为民拉下脸来说道：“老吴，你也摸摸良心，你们当年怎么做事情的？今天你还有什么脸来和我们争？” 吴小平也拉下脸，没等他开口，身边的老婆李玉珍猛拍着茶几，用高亢的中老年妇女的破音指着老徐夫妇哭骂道：“你摸摸良心，你们全家都摸摸良心！我儿子死了，我儿子都死了，你们还要怎么样？要不是你们那个浪货闺女，我儿子能死吗？我儿子是被你们害死的！”茶几上茶杯们乱颤，杯子和杯盖敲击着，倒得太满的茶水四溢。 旁边两张椅子上，石总编面如秋水，张洪祥手捧盖碗，轻轻划着茶叶，冷眼旁观。果然，过去的猜测都应验了，只是今天这局面实在火爆了点。就在两家的老娘们快要厮打起来的时候，石总编及时出来打圆场，吴小平和徐为民也赶紧出手，将各自的老婆拉开。这里边的缘故，张洪祥心里门清，但石总编还蒙在鼓里。 石总编今天算是开了眼了，他知道这小孩原来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从小就被遗弃，连报业集团幼儿园都不收的。幸亏跟小胡有缘，小胡帮着带了段时间，怎么突然就成香饽饽了？就算是报纸报道了一下，算是有些加持，这两家人也不至于抢成这样啊！老头心想，难道还有什么隐情不成？石总编清清嗓子，笑道：“呵呵呵，你看这事儿弄的，那什么。” 天热，火气大，大家都坐下来，有话好好说。要我说，双方先各退一步，把理由都摆摆。比如说，为什么非收养这个孩子不可？两边倒是都坐下来了，石总编亲自为他们倒上茶。两家人这时候都清醒过来了，恢复了素养，连连说不敢当，我们自己来。然后两边的理由出奇的一致，都是我们是失独家庭，精神空虚，感情痛苦，需要再领养一个孩子。 石总编心想，这原因也说得过去。可是为什么非盯着这一个孩子争得你死我活呢？看这意思，两家人之前是有过节的，这是要争一口气吗？石总编笑呵呵的提议，说着没关系，反正你们两家也都符合收养条件。既然这样，我们报社再联系一下福利院，再找一个孩子就是了。福利院里的孩子就多了，男孩女孩都有，挑选余地很大。这个王雨涵。 他原来也是从福利院出来的嘛？要不你们商量一下，看哪边发扬风格，谦让一下，你们看怎么样？他一番苦口婆心，没想到哪家也不领情，两边就跟商量好的一样，一起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斩钉截铁的表示就要王雨涵，什么福利院的孤儿不考虑。就在这时候，卢振宇敲门探头进来，面带尴尬的说：“总编，张老师，外面，外面又来了一对夫妻，有意向领养小雨涵。” 您看，石总编点点头，卢振宇招招手，领进来一对小夫妻。小两口有三十多岁，男女都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像是知识分子。两人还没坐下呢，就被屋里剑拔弩张的架势吓了一跳。张红祥笑道：“来的早不如来的巧，看来小雨涵还挺受欢迎的。看这两家也是来领养的，小两口素质挺高，礼貌的跟每个人点点头。然后那男的微笑说道。” 哦，是吗？看来我们大家都挺有缘分的。嗯，那女的扶了扶眼镜，对老公也笑道：“这我就放心了。这么多人都喜欢他，就算我们没领养到，只要小雨涵能够在爱他的家庭里成长，那也是令人开心的事了。”那男的转脸对石总编笑道：“不过我们既然来了，肯定还是想领养小雨涵的。老师您看，这是我们的各项证明。”吴小平的老婆扯着嗓子喊道。 想都别想，抢孩子就抢孩子，装什么圣母白莲花？我告诉你们，小孩是我们吴家的人了，谁都别打主意。那小夫妻顿时愕然，他们还没反应过来呢。那边徐为民的老婆针锋相对冷笑道：“哟，是你们吴家的人了，卖给你们了，拿卖身契出来啊！”张玉萍立刻尖着嗓子跟他对骂，两个女人都不是善茬，一时间办公室里高声叫骂震天响，充斥着中老年妇女的高亢破音。 吵着吵着又要厮打起来，那对小夫妻完全呆掉了。他们没想到，眼前两位看着端庄斯文、一身体制内打扮的妇女，竟然像泼妇一样说骂就骂。这是来领养孩子的呀？难道此刻不应该把自己家庭最美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吗？张红祥使了个眼色，卢振宇上前低声几句，先把这对小夫妻送出去了。现在谁都看出来了，这两家人已经争得你死我活，哪还有别人的份？ 石总编纳闷，他们怎么就认准王雨涵了？难道就是为了较劲吗？可他翻来覆去开导，两家人油盐不进，就一句话：除了王雨涵，别的孩子不考虑。至于为什么，就俩字：投缘。可讽刺的是，吴家甚至还没真正见过王雨涵呢，只在报纸上看了个照片就投缘，这就没办法了。石总编又劝了一番，劝不出结果来，眼看着快下班了，只得请双方先回去。 研究研究再决定，而且对他们说这事儿还得尊重小孩自己的意见。送走了两家人，石总编问张洪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两家人你们以前也调查过，他们究竟是什么恩怨？”张洪祥呵呵一笑，把卢振宇喊进来泡茶，然后爷俩开始跟老石讲古，把当初调查张金凤案的时候调查出的东西一五一十都跟老石说了。 老石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两家人当年还有这么段恩怨，亲家没做成，反倒成了仇人。而且两家儿女的失踪和死亡，更加激化了仇恨，也让当父母的情绪更加极端了。送走了石总编，张红祥对卢振宇叹道：“老弟，事到如今，你还没看出来吗？”卢振宇挠挠头：“看出来什么？这两家人争得头破血流的，还非王雨涵不要，难道真像他们说的似的？” 就是因为投缘吗？卢振宇一点就透，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张红祥微笑点点头：“明白就好，别嚷嚷出来。”其实，卢振宇先前也有过隐约的猜测，但自己觉得太狗血，没往深了想。现在把情况一对，真相呼之欲出。当年李玉珍托关系带徐小慧去南泰县医院生的那个孩子，就是小雨涵。 就算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比如 DNA 鉴定之类，但从两家人的反常表现来看就是了。怪不得两家人都拼了命的想收养小雨涵，感情小雨涵就是他们家的亲骨肉啊，而且是独一份无法替代的。徐小慧生死未卜，吴浩然那是已经死翘翘了，活着的时候够花，到处留情，到处打胎，留下来的种就那么一个。 卢振宇决定把这个秘密告诉胡蒙。这两天，胡蒙像霜打了的茄子似的，看着就可怜。如果让胡蒙知道领养走小雨涵的就是他的亲爷爷奶奶，或者是亲外公外婆，想必胡蒙心里会好受得多吧。下班后，胡蒙背着双肩包，闷闷不乐的走出报社。刚下台阶，就听到耳边一阵大排量摩托的油门轰鸣。抬头一看，师傅卢振宇戴着头盔、战术裤、马丁靴。 紧身 T 恤下肌肉隐现，正跨在嘉陵六百大摩托上，轰着油门，对自己一抬下巴：“胡萌，我带你。”胡萌一下呆掉了。师傅主动要求送自己回家，这之前是从没有过的呀？难道是自己听错了？师傅，你你说什么？上来，卢振宇摆了一下头盔，把面罩拉下来，全镜面头盔面罩遮住面孔，只能看到一个坚毅的下巴，太有男子汉味道了。哎。 胡蒙没敢再多想，低着脑袋一路小跑过去，努力爬上摩托后座，怯生生的抓着卢振宇的腰部衣服。这样把你甩出去咋办？抱住！胡蒙的脸一下红了，胸间小鹿乱撞，哦了一声，乖乖的抱住了卢振宇的腰，坐稳了，走起。卢振宇一轰油门，大摩托绝震而去，只留下胡蒙惊恐的尖叫。很快飙到了瑞银广场，卢振宇停好摩托。 带着胡蒙来到三楼美食广场，找了一家还算便宜的越南小菜馆，请胡蒙吃饭。在卢振宇看来，这没什么。胡蒙这两天委屈大发了，作为师傅，请他吃顿饭，安慰安慰，再跟他说一下小雨涵的秘密，也让他不那么难受，不是？按说平常卢振宇多数是和文乐一起吃晚饭的，但也不是每天都腻在一起。 有时候，卢振宇和文乐也会各自回家吃饭，或者也有自己的饭局。比如今天，文乐就去参加闺蜜的饭局，事先跟卢振宇说过了，说撒手没，你晚上自己撒欢去吧。但在胡萌这边就不得了了，这会功夫，小丫头早已脑补了好几部霸道总裁剧了。她不像文乐那样性格开朗，交友广泛，知心朋友很少，家庭也得不到温暖。 平时和同事们交流也不多，唯独和卢振宇、文乐包子厮混的时间久。小文老师光芒四射，包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说老说去，能说知心话的就小卢老师一个人。平时两人单独相处的时间也不是没有，但那是工作时间。这样属于私人的、单独的约会还是第一回。胡蒙觉得幸福的快要眩晕，期期爱爱。那边卢振宇大大咧咧的点菜，胡蒙这边内心里已经和他结了婚。 办了隆重的婚礼，十月怀胎生了孩子，小孩蹒跚学步，牙牙学语，这几分钟都快上幼儿园了。胡萌，你想吃点什么？卢振宇问道。我、哦，小文老师怎么办？胡萌期期爱爱道，他想说的是咱俩在一起了，文乐那边怎么处理？卢振宇当然没听出来其中的深意，他说：“小文啊，和她闺蜜一起吃饭呢，咱们不用等她。”哦，胡萌脸红彤彤的。 很乖巧的应道：“你脸怎么红了？是太热吗？”卢振宇关切的问了一声。在四楼电梯上，几个女孩拎着购物袋在寻找吃饭的地方，正是文乐和她的闺蜜们。其中一个闺蜜眼尖，一眼就瞅见了楼下敞开式饭店里和胡萌对坐的卢振宇。“哎，小文，那不是你男朋友吗？怎么偷吃啊？”这个闺蜜的嘴很损，另一个立刻反驳道。 不可能，坐对面的连给咱们小文提鞋都不配。文乐也看到了卢振宇和胡蒙，略有些纳闷，但他可以肯定，卢振宇和胡蒙之间不会有什么。胡蒙的外形气质和文乐的差距确实很大，任何正常男性在面临选择时都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这是毋庸置疑的。闺蜜们也心知肚明，只是故意开玩笑。忽见卢振宇接了个电话，立刻起身四下张望。 然后向饭店外走去，闺蜜们的眼神一直追踪着卢振宇，直到他和另一个女人碰了头。这个女的比起文乐来就丝毫不逊色了，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文乐还要略胜半筹，比如妩媚的面孔，比如妖娆的身材。那个狐狸精很亲热的挽住了卢振宇的胳膊，还摸了摸他的头发。闺蜜们一起住嘴，不再调侃了，一个个尴尬中略带同情的看着文乐，但是文乐的表情反倒释然了。 因为他认出那个女人是陆老师，而且卢振宇是正和胡萌吃着饭的时候被陆老师电话叫出去的，这起码说明陆老师不是他约来的，肯定是临时有什么事找到他。你们别瞎猜呀、啊！文乐目不转睛盯着陆老师，嘴上却笑道：“那是陆老师卢振宇的表姐，<解>嘻嘻，表姐，干姐姐吧。”三个女生咯咯笑成一团，文乐笑着做事去打他们，但目光仍然没离开下面。 闺蜜们更加笃定了，赶紧跟过去看看。闺蜜君君捅了她一下，往下面使了个眼色。我们就在那家越南小馆点菜喽，快去快回。你们，好吧好吧。文乐瞥了一眼下面的越南小菜馆，看着坐在那儿心神不宁的胡萌，心说这下可热闹了。看着卢振宇和陆老师两人乘扶梯下楼，文乐也悄悄跟在后面乘扶梯下去了，跟到一楼。 就见两人进了垂直电梯，然后电梯数字下到了地下二层。他也没多想，闪身进了旁边的安全通道，顺楼梯往下跑了两层，悄悄进入负二层的停车场。文乐倒不是担心卢振宇和陆老师有什么，主要是陆老师每次出现都没好事，随后不是打打就是杀杀，而且每次都威胁到卢振宇和自己的生命。这次又来了，他实在不能不放心卢振宇这条傻汪被陆老师忽悠。 他不能袖手旁观，正好文乐的车也停在负二层，她打算豁出去，今晚不跟闺蜜们玩了，也要在后面跟踪，看那狐媚女人究竟要把我家撒手没拐到哪里去。文乐躲在自己的牧马人后面，几辆车之外，陆老师拉开一辆白色敞篷小跑车的门，请卢振宇坐进去，然后自己从另一侧也上车，但并没启动车子，而是靠在那里，点上一支烟。 说着什么几句之后，卢振宇明显很激动，音量提高。你说的是真的？陆老师嘘了一声，把食指放在卢振宇唇边，在他头上弹了一下，指了指上面的摄像头。小声点，可能带录音的。然后两人的声音就又低下去了。虽然是敞篷车，但隔这么远，还是听不清。文乐心痒难耐，放低身子，以旁边的车辆为掩护。 慢慢靠近，想听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他还不敢碰到旁边的车，生怕哪辆车报警器响起来暴露自己。好容易靠近了些，隐约听到陆老师说的一些词，好像有徐小慧、游艇什么的。卢振宇心怀鬼胎的回到三楼越南小饭馆，赫然发现胡萌对面坐着文乐，正笑吟吟的看着自己。虽然笑容很正常，但在卢振宇眼里就丰富多了，好像抓到老公把柄的正房。 他想解释，却发现解释的话只能越抹越黑。我有那么可怕吗？文乐往旁边坐坐，拍拍身边的位子，示意卢振宇和他并排坐在一起。卢振宇有些心虚，嬉皮笑脸的坐在文乐旁边，又看了一眼胡萌。胡萌倒是恢复了之前的萌妹子模样，瞪着大眼睛，开心的笑道：“师傅，你知道吧？来抢小雨涵的那两家人，一家是小雨涵的爷爷奶奶。” 一家是小雨涵的外公外婆，都是亲的。呼，小文老师刚告诉我的。文乐也笑着地点着头。卢振宇吓了一跳，心说你是怎么知道的？转念一想，肯定是他爹跟他说的。是啊，是啊。卢振宇搓着手笑道：“我就是想告诉你这个消息的呢，还没来得及说，一个电话把我喊出去了。”他纳闷：小文不是说今晚跟君君他们一起玩的吗？难道也在瑞银广场？不会这要巧吧？ 但卢振宇心虚，没敢直接问，犹豫一下，接着说道：“刚才是陆老师，他过来找我了。”胡蒙吓了一跳，瞪大眼睛，没想到那个传说中的女飞贼又来了。文乐倒是很开心，卢振宇没对自己撒谎，但他也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吃惊的掩住小嘴：“啊，就在这里，他找你干什么？” 这时候，服务员上菜了。三个人边吃边说：“刚才文乐巧遇胡萌之后，又多点了一个人的菜。”至于她的三个闺蜜，早已很有眼色的潜伏在饭店的另一头，兴奋而期待的看小文如何大战小三，捍卫自己的爱情。但他们失望了。小文和那个小三不但没有开撕，而且那三个人越聊越投机，甚至连菜都顾不得吃。最后走的时候，小文和那个女孩还手拉手乘电梯上楼了。 连招呼都没跟他们打，三个等着看撕逼大戏的塑料花闺蜜鼻子都气歪了。第二天是星期六，报社不忙，不用加班。卢振宇凌晨四点钟就爬起来，穿上速干 T 恤、战术短裤，背着战术双肩包，打车直奔高铁站。到地方取票进站上车，一个半小时后到达晋江，接着转乘机场快线来到玉潭国际机场，搭乘上午十点的航班直飞广州白云机场。 高铁票和飞机票都是陆老师帮他订的，商务座加公务舱的组合，着实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商务高端人士下午。卢振宇已经出现在来到广州市区的一家饭馆，这是约定地点。他吃着广州的特色下午茶，等候着陆老师的到来。可直到吃完饭，陆老师也没出现，卢振宇也没有陆老师的联系方式，只有干等。这时候，突然有个人坐在他桌边，卢振宇吓了一跳，这人又高又瘦。 穿着白 T 恤、大裤衩、人字拖，最关键的是，这哥们是个黑人，黑得跟煤炭一样，只有牙齿和眼白是白的。卢振宇是记者，当然知道广州是黑人非法移民的重灾区。他正严阵以待，黑哥们张嘴了，一口流利粤语：“嗯，好意思，请问你系卢生啊？”卢振宇没听懂，然后黑人一拍脑门，露出洁白的门牙，用生硬的广普笑道：“不好意思啦，请问。” 你是卢先生吗？卢振宇点点头，我就是。安吉拉派我扫呀，不好意思，安吉拉派我来的，叫我阿泰好啦，请跟我来。这个叫阿泰的黑人说着，站起身往外走去。卢振宇丝毫没犹豫，背上双肩包，跟在后面。外面有一辆面包车，卢振宇上了车，阿泰开车，边抽烟边打手机，粤语哇啦哇啦的。 卢振宇他们一句也听不懂，不过能猜出阿泰是在跟陆老师汇报情况。他们不禁感慨：陆老师五湖四海都有关系，到了广州都有黑人当马仔。这趟卢振宇之所以这么干脆就出来了，是因为活简单，风险很小。估计星期六早上出来，星期天晚上应该就能回去，短平快解决问题。根据陆老师的情报，赛义德王子的游艇就在香港海域，而且徐小慧也在船上。 想救人，这是最好的机会。卢振宇当时问陆老师：“他为什么要管这事呢？徐小慧跟他又没关系。”陆老师很认真的说道：“徐小慧跟我是没关系，但是小雨涵跟我有关系。”卢振宇吓了一大跳，心说：“不会吧？又要跳出来个什么关系？”陆老师盯着卢振宇的眼睛，一字一句的说道：“小雨涵的童年就是我的童年。” 我是没有妈妈的孩子，但我不想让小雨涵也成为没有妈妈的孩子。今天的王雨涵就是当年的陆时明，救他就是救我自己，就这么简单。卢振宇被陆老师真诚的话语打动了，决定参与一把。经历过极乐岛白刃战之后，他的胆魄和格局都大大增长，对于陆老师这种刀口舔血、快意人生的生活也没那么排斥了，反而有些小小的向往。面包车一路行驶，来到了郊区一条公路旁。 停了下来，前面停着一辆集装箱卡车，灰色的货柜上印着 Costco 的标志。阿泰跳下车，上前打开集装箱的锁，拉开箱门，对卢振宇一挥手：“好了，进去吧。”卢振宇盯着黑洞洞的集装箱，问道：“为什么？”阿泰说道：“这样好进码头啊，安吉拉在码头里面啊。”看他犹豫不决，阿泰不耐烦的看看手腕上的电子表：“快点啦！” 你到底去不去码头啊？卢振宇心一横，爬进集装箱。好，坐稳啦，关门啦，里面有灯的啦。阿泰说完，关上两扇集装箱门，照样上了锁。然后集装箱卡车开动了。集装箱里一片黑暗，卢振宇掏出手机照亮，果然看到地上有个应急灯，过去打开，集装箱里的陈设一目了然。这里面就像个小型的生活区，有桌椅板凳。 地上铺着席子，旁边还有个保温室小冰箱。打开后，里面还有冰镇冷饮。虽然集装箱里闷热无比，但他没敢喝里面的饮料，还是从双肩包里掏出自己带的水来喝。卡车开开停停，晃荡了一个多小时，最终停下了，大概是进了码头区。外面不时传来低沉的轮船汽笛声，沉闷的空气中也有了一丝海风的咸味。又过了好久，突然头顶传来机械的轰鸣。 紧接着，咣当一声，伴随着巨大的震动，脚下摇晃起来。卢振宇虽然看不到外面，但是能猜到集装箱此时被吊车吊离了地面，这是要往货船上装啊？去一趟香港而已，需要这么费劲巴拉的吗？他不禁有些疑惑。